鲁卫平将军和他的夫人今天同时过80岁的生日，亲友们在台北市国际学社为他设置了寿堂，有很多的亲友去给他们拜寿。鲁将军在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同学也为他征求了很多的诗文，为他祝寿，在寿堂中同时展出。鲁卫平将军从参加辛亥武昌起义以来，历经川黔护国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日等战役，